天平龟速行，主播吓到鞋都烂。台风天平来势汹汹，扑向台湾。不过寻日又行慢咗噃，每小时10公里，仲慢过跑步啊！不过已经吓亲东森天气小姐对鞋啦。哇！喺我对鞋就知天平嘅威力有几大啦。但系个风最快今日下午先喺台东登陆噃。虽然咧行动就似龟速啊，但威力都唔弱噶。天平嘅暴风圈已经进入咗台东，风雨咧增强，花莲啊、台东、宜兰都开始停工停。